翁倩玉演唱会圆满落幕，华丽的服装造型以及特别嘉宾都让观众惊喜连连。广告之后告诉您更多内容。翁倩玉《温情满人间》新加坡演唱会昨晚在室内体育馆开展。那翁倩玉呢，不只是以她甜美的歌声虏获歌迷的心，演唱会上的造型服装也让人大饱眼福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高兴，20年没有回来了。阔别师承舞台20多年，翁倩玉选择了新加坡作为她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。翁倩玉也不忘展现她的语言天分，让一些远道而来的海外歌迷倍感温馨。Why？ 为什么？どうしてそんなにかかったの？シアノアヒアリン厉害だ。演唱会还出现了一位特别嘉宾，虽然人不在现场，却为翁倩玉带出好歌。我是伍佰。Hi。你开演唱会怎么没有找我去呢 ？Oh, I'm sorry。你知道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唱歌吗？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唱我们一起的作品啊，《枫叶》。演唱会上，经典好歌一首接着一首唱，歌迷听得如痴如醉。除了歌声甜蜜，翁倩玉的华丽造型也为演唱会打造视觉盛宴。